一个猫，两个猫，三个猫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毛，点三毛，让你呢喃之间玩得更好。今天来主要跟大家讲说有那个虚宝马，赶快去领啊！那不太知道这个虚宝马是什么时候会到期啊？那听说是没有限量的，这是昨天实况有的1013 life， 你输入进去呢就可以去兑换的，每个人都有哦。听说不是限量的，而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。那有看到这个讯息的，就赶快可以分享给你周边的朋友去领这个30钻吧。对啦，30钻有比没有好嘛，对不对？有比没有好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东西的话会就是我也有更新在文章里面了，那也很久没有更新这个礼包嘛，大家有看到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最近三毛真的有一点比较忙啊，不管是现实生活啊还是另一方面啊。那今天10月14号三毛出国5天，所以大概基本上这5天不会更新影片啦，那就急匆匆的先把这个东西给用好啦。那本部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了，那我是三毛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数字3连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